脚下的菜田里，这里一条水沟，我发现这个水沟里面有泥鳅啊！今天中午的菜有着落了，你们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一条，看到没有？这水沟里有条泥鳅，关键是我怎么抓它呢？要抓它是很容易的，这里能发现一条，那肯定其他地方也应，一直往上游。这个春天来了。春天来了，他们这些泥鳅以前在冬眠，现在都全跑出来了，抓住它，放到过来。收获满满，一条，拿什么放在，放到这里吧。看，再找找看有没有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条，我这里很多，这条水沟很多。这里上面又有一条，喂，看来这水沟很多啊。就跑了，太厉害了，跑了！这里，装在那个泥巴里面。那里还有一条。这两条。刚才看到一条跑了，喂，这里条，这里条，过来，看一下这，看一下，我来，这个很容易抓，现在。到手，看，今天的战果，大大小小的都有，小的这么小，这条还不错，大的，装起来吧。等一下，我看怎么把它弄来吃，煎了吃还是烧了吃？抓点水去。